芦洲国中每年都会为七年级举办表演季，让学生透过舞蹈、歌唱或者是乐器演奏等项目展现才艺以及团队的默契。而校长和老师们为了以身作则，也特别安排了开场表演。芦洲国中学生除了在课业上力求表现之外，其实在歌唱、舞蹈方面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。而每年的表演季就是让七年级各班展现才艺的好机会。校长和老师不只鼓励学生多多展现自己的才艺，他们还相当用心地编排了一段表演，作为表演季开场的惊喜，也让活动气氛马上热络起来。像一颗海草，同学们一起打节拍哦！随波飘摇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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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浪花里舞蹈，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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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，人海。这是我们特别为七年级表演季所做的开场，那我们的行政同仁、我们的主任、组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行政同仁都一起参与，让这个表演季的活动能够更生动活泼，能够让同学更积极的参与，获得更好的成绩。大部分的班级都以舞蹈表演为主，无论是全班共同表演同一首舞曲，还是分组各自展现不同的风格，都可以看出学生的用心，也赢得台下热烈的掌声。记者方建凯、林景瑜，芦洲采访报道。